9.1米，长16.6米，意味着身为世界龙王，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恐龙化石群——恐龙剑化石成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脖子和尾巴非常的长，脑袋是非常的小的长。奔跑，它的速度可以达到40千米每小时。哦，40千米是40公里。对，40千米每小时。我们的腰小龙可以分为两种类型。这个名字太长了。我想他的豪放派的风格就是从来到这个地方做官开始的，这就是密州哈带给他的灵感。第二代表，第二代表怎么救？就是名誉，像我们长久为青天，那是千古第一忠。然后在这个街中间，然后站在路边。